本日菜单为7月5号 Max Roth 再度更新的 Build 陨石法。该片作者并非法神哦，是名为 Snail 瓜牛哥。暗黑四的评估方式啊，通常分为透荒速度的快慢、梦魇低层割草效率，推梦魇高层是否能成功。雨天选择先介绍割草，约莫50到60楼，至少陨石法有被赋予 C 的评价哦。至于推进梦魇高层啊，近期各位大法师哦，纷纷转职古毛法师当救世主，拯救我们的圣修亚瑞哦。推高楼层配置啊，低标至少要像上上期的暴风雪冰封球那样子哦，还有可能拿出来跟大家聊一下哦。有法神先例的通关记录哦，若有帮助到各位，恳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开播的时候一起聊天，一起推高楼层。技能方面哦，感谢双星火盾冰甲四招标配，以及我们的主要输出来源陨石术，还有我们的火系大招哦，巨怪加施展火系法术不消耗法力。这次先提简易操作，闪现巨怪一次巨不好，再去第二次，先咏唱陨石或是踩双星其实都可以。作者的顺序是多次闪现完成巨怪，二释放陨石，三踩双星清场。魔力缺乏且低于100魔的时候啊，或是重埋伏可以释放大招，让你的陨石可以连发，并且发发暴击。但是双星的使用次数务必要留意。附魔方面，传送术让你的翻滚变成闪现，搭配无限法袍及鞋子四次的回避哦，解决陨石丢不到敌人的困扰。原作说啊，割草选择火球或是陨石都可以，但是文章的范例是火球加传送术。原作还说啊，尤其火球在楼层数提高的时候啊，价值啊会逐渐下降。那值得一提的技能分支哦，精准魔法以及这个破灭加法力都点满。那关键被动碎冰，就是我们常见碎冰加火球连招清场。技能这边我拉过去，他有把多余的点数啊点来这个传送术这边哦，就是想要降那个传送术的减 CD， 因为割草嘛，然后鞋子又是在传送术的附魔。装备与传奇词缀，那我们的割草好朋友双星额外一次，以及我们的无限法袍是必要的。再来比较特别是这个拥有无阻的状态啊，并且效果结束后会加速，并且可以自由穿越敌人，让你不被怪物卡住。那由于我们选择这个传奇词缀哦，核心或是精通技能在100点以上法力释放的时候，暴击率会大幅提升，那我们一样就绑定了这个头盔的法力上限。武器我们选择了匕首，我们要他的近距离敌人增伤，完全是个近战法师哦。我们拼陨石一击必杀，减 CD 法力降消耗，爆伤、异伤、护甲减伤基本款都要有。那雨天在影片中的异伤跟爆伤各缺一条，原本会担心伤害会缺哦，但游戏已经进入了后帝王时期，割草还算舒适。雨天把装备拉过去哦，大家参考一下。我这边拉一下瓜牛哥的装备哦，他这边这个头盔他有带这个击杀时生命回复哦，就是你击杀怪物会补血的。我自己去尝试了一番，我觉得有这个必要，至少在割草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巨怪很容易就是受到伤害哦，那我的水瓶很容易喝完，但我觉得没有也 OK。那手套部分其实我有犹豫啊，我有疑惑说为什么要带攻速，但我还是照带了，就是原作嘛，可能陨石会丢比较快。那巅峰盘的部分，巅峰盘的部分我们选择剥削手段、立盘、专家，还有这个战术家、控制以及这个溃火哦，对，传奇节点一概都没有点。那雨天这边就拉过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
总结一下，整体玩下来算舒适，也值得体验。原本觉得陨石华丽的词缀你怎么都没有放，但最后看到它的数字啊，也是几百万在炸的，拥有法师的感觉。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讨论，什么都能说，嘴炮的雨天也会回你贴图。我是雨天，我们下次见。